轻轻走过他身旁，一缕清着醒了梦中人羡煞，此生唯有你经我波澜，原地里走马观花，流浪在阑珊世界去天涯。我宠你一生不管年轮，刻下几道弯，任凭江山如画，辗转流连往返，只有你留下刹那。你在那金色夜雨傍晚相遇一场，岁月散尽浮华，别空空牵挂，岁月散尽浮华，谁空空你要我出趟远门啊？你要去哪儿啊？哎，这你甭管了，我回来的时候给你带一个大惊喜。你跟谁去啊？我跟……走不走了，怂包？又不是说让你们俩在外面等着我吗？来客人了。我在外面等你。卖皮子的姑娘，是你啊，姑娘，这可全是碧螺春啊，一袋只换你两张皮子，你可赚大发了。我那儿真没皮子了啊。对，想起来了，我跟他见过一面，就是在将军府。我被绑着的时候，没记错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再想想啊，我先跟他们说两句话啊。啊，你们要去风魔镇啊？那可是我的地盘，我熟。这你去见你公公。不是有人说过不喜欢他爹吗？为什么还要跟来啊？我呢是为了我娘能破镜重圆，咱俩可说好了啊，找到大银图雅，咱俩就两清了。他买那么多羽毛干嘛？这羽毛比大银图雅更可怕。离风魔镇还有多久啊？不远了，进去就是。只是有点麻烦。因为你们是马匪。我们的知县甘静一和他的手下陈信一，是历代武士府上一等一的高手。
我们做马匪的，难免要和他们有点过节。匪首李荒芜，三日子就要从京城回来了。如果让他回到风波寨，再想抓他，比登天还难。他离开风波寨的时候，你们就瞎了眼，放走了他。这次再失去机会，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。记住了，但凡再看到一女两男的商队，就喊匪首李荒芜，束手就擒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那娘们天天和我们说，谁都能背下来了。哎，他不就仗着是甘大人的徒弟吗？依我看啊，人家是和甘大人有一腿。你敢当他面说吗？我当他面我也敢说。你们是谁啊？从哪儿来？要到哪儿去啊？我们从京城来，要到风波镇去，生意人。哎，你们在这儿找谁呢？匪首李荒芜。束手就擒。李荒芜，没听说过。身高五尺八寸，褐色衣服，腰别弯弓。哎，不对，李荒芜一行三人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他们是四个人。哦，行了，走吧。哎，兄弟，啊，那李荒芜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说来话长，但说无妨。他呀，嘴歪眼斜，鼻青脸肿，身宽体胖，肥头大耳，不学无术，目不识丁，愚不可及，冥顽不灵啊。匪首李荒芜，束手就擒。标准呐、啊！我乃知府甘敬一手下陈行一，奉命捉拿你们罪案。他说什么呢？不知道啊。匪首李荒芜，束手就擒。我乃知府甘敬一手下陈行一，奉命捉拿你们归案。快走！
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觉得这个地方怎么看都奇怪。你到底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把整个风波镇都给占了？哎，这是我的碧螺春，养张皮子坏。马匪，有我们在这儿呢，官府的人不敢轻易来骚扰百姓，谁要是敢单枪匹马的过来，就是找死。你们放心的住在这儿，有什么事儿提我的名儿。明明是霸占了这里，偏偏还要说保护百姓。哎，要是欺负百姓的就是官府呢？知县甘敬一看上了风波镇的土地，一心想赶走这里的百姓，开什么矿子？要不是我保护他们，大家早就背井离乡了。胡言乱语，大胆马匪，束手就擒！误会误会啊，误会啊，职业病犯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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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酒。干嘛呀？茶不好喝吗？来，坐，品一品，品一品啊，啊。官府的人果然一个德行。给我倒点。姐姐，他们欺负你啊？你若不信，我也不多说了。这女孩叫方墨吉，本地人，你们要找谁问她就是了。这两个人是官府的，盯着点，要是敢跟当地官府勾搭，送到我营地里来。哼，欺负她，谁能欺负得了她呀？你们是要找卖骆驼的荣哥，还是卖毒药的苦大叔，或者是卖兵器的刘师傅？我们要谈正事儿，你出去吧。嗯，好吧。师傅，李荒吴带着能造五万支箭的羽毛闯回风波镇了，弟子无能，没能捉住他。他应该还没落文脚，杀他个措手不及。你知道古往今来什么兵器最厉害吗？不对，大鹰图雅是剑，人质剑则无敌，是乱剑。哦，任凭你神功盖世，也挡不住满天飞的乱剑。他那些羽毛就是用来制箭的，至少五万只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就算你武功再高，你也打不过人家了。拳脚打闹最多不过跌打伤痛，若是一方突然有了箭，便是你死我活。他之前充其量就是个马匪，但现在突然有了这么多剑，迟早惹来杀身之祸。就算没有别人阻止他，我也不能让一个马匪
这样胡作非为。我觉得你是看上人家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是官府之人，他是匪，我们俩才门当户对，好吗？你说什么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俩是官府。行了，我现在关键的是找到我爹。是，施展这个人我查过了，但施展我知道啊。哎，你跑那么快干嘛？我叫莫吉，望尘莫及的莫吉，懂不懂？父亲母亲也很早就离世了，我也是一个人过来的。没事，他要是活着，我还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。你是怎么知道施展的？我爹告诉我的呀。跟我仔细说说。这人啊，当年死在了路边，我爹看他可怜，就将他葬了。你爹？嗯。他是何人？我爹是官府的主簿，我带你们去见他。我先回到风波镇，官府上见。君子剑，君子不夺人所爱，此剑夺人所爱，乃是小人剑。老实点。
将军。大人好。大人好。大人好。快好了。说你呢，快点。请坐。听闻贵客误入风波阵，援救来迟，勿怪。幸好平安无事，心下甚慰。在下大宁县知县，姓甘名静一，有失远迎，失敬。在下锦衣卫上侍卫龙妖。公子手持人粹剑，气度非凡，绝非李荒芜同伙，多有得罪。他和李荒芜一起来的。闭嘴。未能缉拿凶犯李荒芜，冒犯京城贵人，理应军法处置。师父，算了，是我管教无方，惭愧了。甘大人丢了风波阵，让一群马匪占地为王，的确应该惭愧。可是大宁县背靠大宁指挥司，为何不请他们发兵？李荒芜极其聪明，从未与官府正面交锋，倘若交锋虽有伤亡，但不足以调动大宁指挥司。听闻甘大人要撤办风波阵，迁走当地百姓，李荒芜为保护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，所以才要占地为王。迁走百姓是因为风波阵下有矿产，挖掘矿产利国利民，届时迁走百姓，官府定然予以补偿，我绝对不会为难我的百姓。而他战阵为王乃是个人恩怨。个人恩怨？不错。多年前他的父亲就是我杀的。他父亲本是大宁县知县，后因贪赃枉法被我亲手了结，李荒芜因此生恨，处处为难于我。听说他做了不少箭，这些箭杀我富裕了，只怕他所图者大。君子以德服人，君子剑以剑为鞘，置兵戈化玉帛，寓意甚好，并非甘大人所称的小人剑。爹，不许靠近。你们下去吧。爹，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位是啊，他是京城第一神探石景瑶。失敬，失敬。甘大人，我们还有别的要事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诸位请便，这是我和他们的恩怨，不便把你们卷入其内，告辞。使劲儿！你要是觉得不爽，你就踢我两脚。二当家人呢，我就去了一趟建朝，没顾得上管阵子，他就让官兵进来了，如此松懈，理应家法处置。
二当家三年前死了。爹，爹，爹。你爹去哪儿了？平时也该回来了。你爹是官府主簿，你为什么会和李荒芜这种人混在一起？那怎么了？我们风波镇上的人谁不念荒芜姐姐的好啊？而且她还答应过我，等我成年了就带我去京城。哎，这衣服的款式是京城常见的呀，你爹是从京城回来的？那可不，我爹当年可去过京城。哼，那你爹怎么不把你带去京城啊？我爹不让我去，说家里供不起，我这才自己攒钱的呀。我爹经常跟我说，说京城的楼有多么多么的高，京城的人见识有多么多么的广。京城有什么好的呀，值得费这么大周章？你住在京城你不知道，京城一个王朝的象征，有多少人挤破脑袋都踏不进京城这个城门。要我说啊，人活一世啊，你甭管住在哪儿，你要是没个惦记的人啊，没个想念的人，你住得再富丽堂皇再富贵那有什么用呢？是不是？就这么说，一座城里你要是连个亲人都没有，这城越大就越显得孤独，是吧？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呀，真的。好了，事情要一件一件的办，看来我们今天等不到主簿了，我们先回去，明天你随我去趟大宁指挥司。去那儿做什么呀？请他们发兵抓李荒芜。等等，我既然收了你们的钱，那就得送佛送到西。天这么晚了，你们肯定也找不到回风波镇的路，我带你们去。走。哎，咱们要是找不到大人涂鸦怎么办啊？那最好，只怕万夫长他们也知道这个消息了，跟来风不振。万夫长就是在刘知府内跟咱们一起争夺大印图雅的那群人，他们是如今最危险的人，他们对大印图雅一直情有独钟，二十年了他们仍未放弃寻找他。这么重要的事你现在才告诉我啊？我早知道他们这么危险，我早就躲起来了。你对我还有用，只要有我在，不会让你死。停车！马怎么停了？啊！当一天兵就得有兵的样子。
这是马匪的人头。匪首李荒芜是个睚眦必报、冲动无脑的小人。将这份大礼送过去，他一定会来杀我。到时候，大宁指挥司就会派兵替我们报仇。你要死，我和你一起死。这么多年，我送走了无数兄弟，只有我甘敬一还苟活于人世。他要杀我，便杀吧。我不想连累你们白白送死。我爹是大宁指挥司统帅，杀我不是更有用？这是公事，我说了算。师父，我对你。我们是师徒，别忘了，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。方主簿。在。记一下今天的事情。是。二当家怎么死的？给我查出来。老大，我又不是神探。这么说的话，我们这儿最近还真是来了两个探案高手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怕怕。闭嘴。老大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小谈黑色的墨，白纸一张，一段恩怨说几场，天有明光，地上暗淡，游来游去，少年轻狂，敞开胸膛，寻找真实答案。